真的，姐姐，就这三款口红是我们的明星产品，断货三天了，今天才到货的。这么巧啊，我来了，他正好补断货。是您运气超好啊！哦，哎，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补货单，今天下午才到库房的，这三款各10支。要不你在这坐着等会儿，我先去给你拿。 林总，我走了。1个月前，我因为一个任性而幼稚的原因来到 SW， 可是渐渐的，我迷上了打扮的斗智斗勇。我喜欢董小姐和 Justin 这样的同事，我膜拜您的淡定和成功。我想成为 SW 的一员。这个说法很老土。 我拼命努力，是真的希望有一天你能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张小鱼 ，good job。”可是这一切都被我搞砸了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回访了所有的顾客，搞定了所有的投诉，希望把这一次对公司的损失降到最低。林总，对不起。